选议员的时阵，咱这些委员嘛是拢安尼，伫咱投票台邀请落来，甲我徛台，甲我陪我扫菜市啊，啊，互我顺利当选。所以每年林静怡委员这场吼，还真艰苦，很艰难。但是我讲啥物，拢一定爱为咱投拼到遮来，就亲像各位乡亲士大，这么寒的天气，大家搁坐伫遮，大家讲对无？上任偌久，大家敢知影？补选上任到即摆干嘛？偌久？我跟你讲哦，无到两年哦，20个月。咱林静怡吼上任20个月，拼一个家族啊，而且20年啦。好好的这个校园建设、交通，来，咱大家有看到无？伊有去刷啦，有那个双轨建设，你有看到无？写作证件去了后，咨询、发文、开会，伊拢亲身来处理，为着的就是咱中二选举区、咱海线这边的规个交通的建设。安尼的委员，咱明年听遮讲明年哦，歹势我较袂到海口来考虑。咱明年是毋是都哦林静怡委员继续来连任，好无？咱行出去吼，嘛会较光荣啦，对无？无咱大家讲着中二选举区，拢会袂想讲去受着某一个家族，受着某一个豪宅。所以吼，咱中二选举区的选民，咱即届继续勇敢徛起来，会当予咱的林静怡委员继续来连任。大家敢知影咱林静怡委员抽着几号？完了。
民政政党票这里一定要打给人吼，认真落去投，啊，大家集中选票，吼，民进党吼，6号的那个民进党的票，啊，感谢吼，啊，在民吼有足侪吼，咱山顶的好朋友，咱每一场一场过一场的动员吼，啊，为咱选举开始，山立乌日大道一场过一场，过来，咱嘛有去到清水对无？咱现场的好朋友吼，咱互家己一个拍鼓啊！咱上个一个拍鼓啊，好无？谢谢，感谢恁吼，因为吼一直伫个拢山顶咧服务，啊嘛感谢大家人拢有迄种热情吼，啊咱大家为着咱民主进步党，为着咱台湾吼，逐场的即种热情拢提出来，看咧吼一台车满万把人放分车，啊搁有超。一台车吼，坐48、50个嘛有，啊，这拢吼，拢是咱展现咱大同山顶的人的热情，对无？谢谢。啊，咱伫即届啊吼，这个咱总统的选举吼，除了吼，咱美德要赢台湾，咱总统、副总统爱赢以外，咱上重要就是，咱为着林正英，咱的人来是不是为着林正英，要甲林正英加油，对无？所以讲吼，咱回去吼。才拜托大家一定爱敲电话，吼！咱即摆动员一直动员，咱过来的时间一定爱有一礼拜吼，爱3天5天敲一通、敲5通、10通的电话，互你的好朋友、互你的亲情，吼！啊，伫外埔头的嘛不要紧哦，伫外埔头的嘛不要紧，你会使甲伊印啥？印政党票对无？好，政党票嘛会使印哦，吼！啊，过来吼，咱当地。南投吼，都即摆有咧拼的，就是迄马文军甲迄个，甲另外一些迄个，哦，蔡明迄种的这吼，咱拢应该爱甲咱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吼，爱来投邮票吼，啊，当然咧，咱一定爱甲咱在地中华选区的林志玲搞好势，对无？啊，拜托大家电话一定爱卡吼，啊，咱电话要卡吼，一定3张票吼，一定拢爱讲着啊吼。咱总统票，过来的立委票，过来咱的政党票，啊，拢拜托大家。啊，嘛足感谢吼，这段时间吼，阮这个团队吼，为陈世凯开始吼，一直都来，阮的团队队伍都没有改变。那即届由咱政委议员吼来带领阮的团队继续吼，伫咱的选区服务。啊，嘛感谢吼，咱在地山顶遮好朋友，大家继续甲阮支持。啊，同时吼，阮的想法是安尼，自从咱这四年吼，咱选四届啦，足辛苦的。阮逐届吼，陈伯伟选一届，罢免一届，补选一届，即届阁选对无？啊，阁含议员选拢总5届。所以讲吼，咱逐届的选举吼，阮的队伍拢无变，嘛拢甲当作吼，陈伯伟咧选嘛当作家己咧选，啊，补罢免要甲。反罢免，我嘛感觉是家己的代志。啊，搁即届咱正选要选立委，我嘛拢当作是家己的工作。阮暗时、早时，拢是陪着咱林志颖，吼，林志颖话咱嘛咧徛路口，我嘛是画一个哇，咱这民主，民主这个咱大稻山联谊会，大家兄弟都徛出来安尼，啊嘛要动员伊人车嘛是一时啊着满，啊足感谢大家，伊话伫遮吼，衷心的感谢大家。大家有安尼吼，有安尼热情吼，为了咱民主性活动来打拼，啊，服务的代志吼，咱伫地方上服务，免客气，你会使找我，啊，我们吼，请议员的这个部分啊吼，我们也都会来甲大家做好服务。啊，但是啊吼，咱上重要的这件是啥？立委，你一定立委一定爱互伊调，咱若无调吼，咱伫遮吼做弱势的，啊，咱若有一个立委甲咱做配合，是毋是做好？
是好朋友，咱拢为家己，一个来一个来，一个来。